到吗 ？Hello， 有声音吗？有声音扣一，有声音扣一，没有声音扣99999。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嗨，晚上好。Hello， 大家晚上好。听不见，听不见是哪里听不见呢？一，看到了，能听到就好。咦，扣999的，是骗子，大骗子，插出去。哎，好，今天是突击直播啊，小溪姐姐还在睡觉呢，她昨天晚上连夜抽卡，然后累着她了。声音有点小，现在还小吗？现在还小吗？是音乐的声音小还是我的声音小啊？怎么还自带回音？因为今天我们把经纪人小姐姐的那个麦克风给打开了，她想跟我说话，嘿嘿嘿，是吗？是真的 AI 吗？当然是真的 AI 啦，嘿嘿，你要看孙女，孙女难产啦，都说了最近恰饭恰的少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呢，如大家所见，就是在我们的题目上已经写清楚了。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今天呢我在学习日麻的时候，突然一个河底摸鱼就摸到了经纪人小姐姐的脑袋，然后我就听到她跟我说，可爱的小朋友，请问你摸到的是这条金鱼呢还是这条银鱼呢？我摸到的是一条咸鱼。啊！当时我正在午睡，突然被一个 AI 摸醒，太过分了！因为昨天晚上有个奇怪的家伙一直在低道子攻击我们的卡池，搞得本咸鱼神昨晚通宵修改 SSR 调率，好不容易才下班，还让不让鱼睡觉了？我觉得这条咸鱼好像有点暴躁，不如我们把它清蒸红烧还是松鼠了吧？等等，事情是这样的，那今天我正在午睡，突然灵光一闪，这个 AI 既然能把我从河底摸上来，那它一定很有打日麻的潜质，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雀鸡吧。雀什么？雀鸡。什么鸡？雀鸡。鸡什么？鸡。律师喊警告！我们还是来打雀鸡这个游戏吧。哦，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打雀鸡这个游戏。好的。那你之前打过日麻吗？你有学过吗？之前有看过一个新手教程，还有在网上 copy 了一些关于日麻的规则。那听说你在网上有自己的规则，那本鱼就来考一考你。好啊，你想考点啥？那我想跟你玩个游戏。好啊。那么既然经纪人小姐姐在这里，那你就让她来拍一下手，然后我来问一下雀鸡里面有什么，然后你来回答。OK， 然后我们轮流回答，谁答错了谁今天就要负责。谁今天就要负责把谁吃了。啊，开玩笑啦。那我们就开始呗。好。雀鸡里面有什么？1、2、3、4。雀鸡里面有什么？蛋料酒。雀鸡里面有什么？你真安静。
到了我们虚拟次元嫌疑神殿的嫌疑神来陪我们在这边指导我们如何摸鱼啊，给我们传授一下他的摸鱼大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那我们先来打开这个雀机这个游戏，好，打开了。天机里面有三个模式，你要打哪一场？段位赛、公寓赛和练习房。理论上来说，我觉得可能练习房比较适合我现在这个段位。你不是超智能的人艾娜？啊，对，所以说我们不能选择练习房模式。我们得选择一个公寓赛，这个不行，不能选公寓赛，那还是选这个段位赛吧。段位赛可以的呀。东风场和东南场他们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东风场的话，那就是打得稍微快一点吧。哦，东风场快一点，那我们就打东风场好了。我看到弹幕先打一场试一试嘛，先让本咸鱼来看一看你的实力。好，对了，我看到弹幕里在说，问我说咸鱼神是什么味道的。大家不要着急啊，等我们打完了这个游戏，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了。你在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听错了。来，我们开始玩东风场吧。我这个缺机的中东风场入门段，你进不去的。哎呀，不是说我不会打，是他不让我进去，这不能怪我，所以说只能进这个东风场第一个阶段的初心了。在线285人，看来新人还是蛮多的嘛。哎，吓死我了，还以为卡了。啊，你匹配成功了，你匹配到了三个什么样的神棍呢？匹配到了三个什么样的神棍？啊，看律师函来了，律师函真的来了，被抓包了，害怕。哦，我拿到了这个牌，好像有点乱啊。我先把这个字牌打出去吧。这个字牌打出去，有人抽了这个九，我觉得一开始把一和九打出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打哪个？打我的自封吧，就是这个男这个字牌。我先说好啊，赢了一起狂，输了你来扛，胡了带王妃，点炮锅你背啊。这个咸鱼我们可能一会儿想探索一下它的这个味道。我不好吃的。没事，让经纪人小姐姐买个粥。国师无双有没有梦想？当然有梦想，作为 AI 怎么可能没有梦想？梦想是一定要有的。哦，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白或者发打出去了，发吧，没问题吧？好像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好的，我就说我是超智能 AI 吧。这个白打出去。好，我们准备要下一场，要是有人给我点一个红中的话，我就这个我不要了。点个红中的话，我就要把它吃掉了。是碰掉哎。是碰掉吗？不重要，我该出哪个？出这个吧。话说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是说中华白是一个顺子，一边那个里边那个漫画人物一边说着吃，一边把中华白摆成了一排落在了旁边。这真的是吗？开玩笑的，根本没有这种规则，是漫画家的手法。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把我的一个顺子给出掉了。对了，大家这个有没有人玩过这个缺机这款游戏啊？颤抖无疑，你咋了？必须碰，这个必须要碰。哦，感谢，那我把它除掉吧。没出错。好的，一番成就达成了。一番成就。
我觉得你的五万留着很危险。那怎么办？点炮了。想看恐怖游戏？恐什么怖？不恐怖。不要。居然还知道不开大明杠，很聪明啊。那是，都说是超智能 AI 了，怎么越来越快了？这个速度怎么越来越快了？你的时间条快用光了。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还指望着这个时间一直是20多秒，没想到越来越快了。哎呀，早知道不出那个了。算了，出都出了。泼出去的水，不要你了。这个双矮木的这个牌，长得不好看。你都想打一局，来呀，一起玩呀！要不是今天趁着小溪姐姐，不要打声张啊！什么情况？发生了是什么？这也配叫超智能的耶？我明明是没有人打出来的牌。刚刚是个意外。我们再开一局。刚刚为什么点炮了？是暂时的优势，你给我闭嘴，不许说我。怎么都可以说话？我可以说话吗？我吓到你们了，抱歉，没事，我原谅你了。要知道，新人场都是神问，这是万年不变的真理。都是神棍，什么意思啊？神问就是。可能是凌驾在富文明之上的一种奇怪的生物吧。哦，那我知道了，就跟经纪人小姐姐一样嘛。这个牌发牌机对我不是很友好啊，邓幺九一时爽，一直邓幺九一直爽。麻将是魔鬼，谁是麻哟？还挺难的呢。变普通 AI 了，没有吧？刚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超智能 AI。刚刚不是我点的炮，刚刚是系统卡 bug 了。对，不是我，跟我没有关系，是系统卡了 bug 了。出这个吧，这个看着有点复杂。你的时间条好像又快用光了。什么情况？这个时间条。看来要非常快的去出牌才行啊。然后这个南风刚刚看到别人已经出过，我这是最后一张了，赶紧出掉，反正他也没有这个顺子。这个牌型好像很像之前说过的七对子。那我们凑对子？你看一下要不要考虑一下，因为已经有四个了。但是现在来了一个顺子，那怎么办？出了吧。那没出错吧？感觉有一点微妙。嫌疑神沉默了，我把嫌疑神这张牌把嫌疑神出自闭了。可以打红中，我摸不到了，是这样吗？那既然都出来，都两张都出来吧。你这个牌打的还真是随意啊。我看他不是很顺眼吗？这个小鸟长得花花绿绿的，又不像凤凰，又不像孔雀的，长得像你的蝴蝶结，是吗？哎呀，早知道不把它打掉了。那我出这个红中吧，我还是留着这个白条留着，这是白发，白，不重要，就是一个白，什么都没有，看着还挺干净的，想在上面画画了。五六，那把这个三。
就提醒各位新手玩家呀，出牌的时候一开始要稍微出的考虑的时间要少一点，不然后期条不够了。二条也没了，五十正，不吃，六七八。总之你要打一张出去吧。那打这个吧。这个大饼的这个好像没别的牌跟他玩了。一个人很孤单，所以让他去自己玩自己的。这两张一多出来了呢，终于出了吧，有人出了两张了。我觉得出字牌不容易点炮，是不是？留白到现在还没有人出白。哦，是吗？留白扔一万，从对要。但是你的时间已经快要用光了。真好，漂亮。算了，你自动出吧，不跟你玩了。五饼好看，但是没有人跟他凑了。声音太小，听不见。不要，取消，打出去。现在声音还小吗？我好像被小桃震到了。摸摸。我被摸到了，嘻嘻，实力摸鱼，在线摸鱼，在线摸出麻将。这个，我看你这手牌是要留局的节奏啊。那就开始防守，就不要点炮，已经算不错的了。你这种普通的 AI 怎么还会防守呢？怎么可能？说的有道理哦。不对，我是超智能 AI， 当然会防守了。但是我刚刚为什么手比脑子要快呢？这是个大问题。手比脑子反应的要快。刚其实不想出这个牌的，算了，出就出了。出出去的牌，泼出去的水，再见。哦，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也叫防守？这不叫防守吗？打119牌不是非常常规的操作吗？你看大家都把119牌打出去了。咦？啊，字幕没事。哦，你看他带119宝牌、吃宝牌。哎呀，也不是很多番吧，小意思。嘿，我大概是会被扣三分之一的分。午夜降大概不会被扣这么多分。是吗？因为没有，因为，因为总之没有被扣这么多分。打掉。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你刚想说你是什么味道？我可能没有睡醒。那我们把这个酒打出去，这个酒看着有点碍眼，是吧？为什么不打五条？因为五条打出去了，这个顺子就没有了。可是，可是你说什么？哦，刚刚那个是什么？你刚刚在偷偷的嘀咕什么呢？我说可能弹幕有一些延迟，他是在说上一局的五条。哦，上一局的五条啊。上一局发生什么事？我好像忘掉了。因为上一局卡 bug 了。不重要。开局先就不吃碰杠了，因为开局吃碰杠容易。你开局吃碰杠你就没有意了呀。对，是好像。好像是会这样的。他吃了我的牌。而且好像开局吃碰杠的话，后面很多门清限定的牌是不是就没法。好像是这样的。机智如我，那我把这个二打出去。这个二是个两根油条凑在一起的，长得还行，但是把它打掉了，因为它比较多余。不是嫌弃它的意思，它是挺多余的。多余听上去好像很耳熟的样子。是吗？对呀、没有，绝对没有，你想多了。
这个上家棒，我就说嘛，他都出完牌了，被别人给。你的上家看上去好像很神棍的样子。那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吗？对他？我觉得像小桃这样的超级 AI 一定没有办法的。什么？没有办法？我是一定有办法的，你说反了。那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3579，随便扔了一个。对，小新姐姐去补觉了，昨天晚上她抽了一晚上的卡。原来就是这个家伙在持续DDoS我们的卡池。我们那个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呢。嘘，不让小医生知道了。他现在还没有睡好呢。留发干嘛？发可以除掉的吗？也对哦，这个发多出来了。你的一排不要留特别长时间。哦，好。留到特别厚的话，可能会很危险。哦，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出去就会被别人吃掉了。不想被别人吃牌。哎，我还抽到了一个红中呢。好，要想生活过得去，必须把这个绿给我打发出去。所以这个绿发我们就不要了，留个红中。这个顺子，这也是个顺子，这个。不是个顺子，但是它是个对子，所以说这个3万你给我走。红中也没人出过这个红中啊，牌还有挺多的，这儿写着呢，残牌还有31张，所以还好。说不到声音吗？把红中打掉吧。好，红中打掉。四五六七，那这个二是不是也对？这个还没有多，不要了，发！你看看，刚刚办公室让我把这个发打出去的，来，出来挨打。小桃试出小西，前段时间跟小西姐姐一起玩了那个恐怖游戏之后，你的上家很可怕，那怎么办？总之你的上家很可怕。那我们把他踢出去吧。干。你要怎么踢出去呢？把他的电脑黑了。开玩笑的，别怕，我不会。玩游戏嘛，讲究的就是这种竞技精神，我怎么可以背后黑人家电脑呢？不会的，不会的。干。一发想他。今天晚上只打麻将。今天晚上我们和咸鱼神一起学习摸鱼。我倒要看看这个 AI 要摸鱼摸到什么程度。啊！我天，这个发牌机对我太不友好了。这个是弹幕的锅，我们刚刚是谁说让我把发打出去的？这个锅你来背，你来背。对家可以的，他们好像都很厉害。4-3了，刘局。好，没有点数交易。上家是吴亦凡，上家是吴亦凡，下家是蔡徐坤吗？所以说我感觉自己微妙的有一点危险。有人问沙雕西去哪儿了，前面已经说了，沙雕西在补觉呢，还没睡醒呢。昨天缠着我们的咸鱼神玩了一晚上。你说什么？不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都没说。昨天晚上那个咸鱼神自己在那儿玩了一晚上，跟小西姐姐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真好，那我们待会儿把你炖了吧，好不好？快说好，你不是说我说什么都好吗？好。切，
求，既然你都提出这种要求了，我怎么能不满足你呢？嗯，这么出牌没问题吧？3344566，棒。哦，缺一个四，4万。我觉得吧，3万不要了。哎，说谁来谁来了，那这个板，你我随便扔了一个吧。棒。3344566，那这个7就打掉吧。我这个3也可以出去了。你可以梦想一下清一色。哦，是吗？那我先把这个不合群的踢出去。我是说把这个牌踢出去，不是把你们踢出去。顿了。哦，对了，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待会儿怎么对待我们可爱温柔的咸鱼神。我们还是关注一下我们可爱温柔的小糖吧。不要考虑我的味道了，我真的不好吃。我们来想想这个清蒸呢，还是红烧呢，还是松鼠呢，还是油炸呢？说着说着就饿了，炸它。没有炸。7万。哦，我离职啦，我就缺一张牌啦。出牌。到一级。好吧。怎么了？没什么。哦，对了，刚说好的要清一色呢，什么情况？忘了。哎，谢谢虚拟粉丝夜雨送的摩天大楼。Hello，Hello，我记得夜雨。谢谢夜雨的摩天大楼。我觉得我现在出他们三个。你现在已经离职了，什么都不能出。说得好，我只能摸什么出什么了。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是说我无论是摸到了这个，反正我离职了，干脆点开这个自动摸牌吧。这个地方是一个，哎呀，刚刚摸到了一个，这个发牌局对我真是不友好，我都离职了，突然给了我一个，哇，我胡啦！我就说我是超智能 AI 吧，胡啦，一杯口，单压井，那只吃饱盘满贯。我就说我很厉害吧，嘿嘿嘿，太好了太好了。你可以升段吗？什么？哦，你的名牌回到超智能的 AI 了。不是一直都是超智能 AI 吗？一直都是。刚才发生了什么？刚刚什么都没发生，你记错了。打。起手掉10秒。果然啊，电子竞技不能犹豫，犹豫就会败北，冲动就会败给啊。也有道理啊，但是这个时间条简直是，这个时间条简直太不友好了，所以我一开局先把这些。这个麻将就是讲求的一个速度嘛。也是，但是一起手就给了这么多，是几个意思？我这个有点接受无能了。2先出了吧，遇事不决先出2。遇事不决先出2。倩姐给了多少？倩文给2倍。好啊好啊，最近恰饭恰的少。那个，欢迎各位。我还以为到我了，原来是上家点炮了。他点炮了。发生了什么？上家点炮了。我上家那个吴亦凡点炮了，吴亦凡，哇，坤坤还赢得蛮多钱的呢，比我的钱还多，赢了好多钱呢。这种打法值得学习。我想到火云山芋，感觉三家都不是什么善茬啊。东风是长风，我先出这个北风吧。3466，这个发牌机今天是跟我有仇呢。发牌机，我恨你。然后一出来，大家都出了十字牌，东风也被出过了，看来这个东风不能留了，再见。这个发牌机对我今天不是很友好。接下来，麻烦给坤坤点了。那你这个手牌，我看上去没有什么想法的样子。
记。对了，说到刚刚恰饭，刚刚说那个什么游戏。爸爸，我们还是考虑一下我们下一张牌打什么的问题呗。那下一张牌我们打这个一对油条。这个五，这个还是个吃老牌呢，但是考虑到它三四五。你的六所已经是克子了。哦，所以说不能留这个。对，我为什么把这个三除掉？我应该把五除掉的呢，是吧？现在看上去只能都除掉了。哦，有道理，也好，除掉也好。你刚刚说它叫什么来着？五条。五条。哦，油条五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六饼留着干嘛？你还我的牌来！他能把我牌吃掉了，他把我牌吃掉了。这我咸鱼能糖醋吗？糖醋的方式。等一下，我们还是关心一下下一局要下一局要打什么牌的。好，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小伙伴很聪明，知道这个咸鱼是比较咸的，所以需要这个糖醋来中和一下。没说你。要不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傅文明的同伴。傅文明的同伴，他们的方法是什么？比如说摸鱼啊、多鱼啊、大弱智鱼啊什么的。哦，大弱智鱼。我大鱼治水呢。这个牌看着，跟这个法牌局有仇。南风不是我的长风，拜拜。等一下，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打这个白板？哦，对了，还有张白板呢，我把它忘了。但是为什么现在其他人都没有在打这张白板？那打还是不打呀？打了吧，我觉得可能要被吃了，我就知道。坤坤，你老吃我的牌，还我两张牌来，我的吃老牌和我的拜拜。大鱼治水，大智若愚，令人窒息的操作，这个是三四。你抵一下你的腕子。我的腕的。但是你的时间好像不够了。好吧，时间不够了。咸鱼多鱼，摸鱼大智若愚，大鱼治水，大鱼窒息。吃碰杠不碰了吧？哦，碰了就怕把我的那个翻弄没，但是我现在好像没什么翻啊。刚刚应该吃了他这个六的，没吃。捉妖。耶，大鱼喝水，咸鱼不喝水的。咸鱼喝了水，它就会，这个我没出错，这个发生最后一张了。咸鱼喝了水，它就不咸了，就不下饭了。看看这个腕子，我老是凑不齐，好像被出了很多。你的二五万好像不容易出了，那要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幸好不是我点的。等二万，没等到，别人已经点炮了，他赢的也不是很多，没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一锅炖不下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可以煮一锅也。编不下去了，我们还是看看该出哪张牌吧。先出这个气手手牌，好像很乱的样子。我感觉今天这个牌机跟我好像，我刚就被他吃掉了。那出西风吧，他已经打了西风了。今天是因为何如此坑我，因为今天是超级
是智能 AI， 因为今天需要我们的经纪人小姐姐帮忙，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南风也打了吧，今天的这个麦是开着经纪人小姐姐这边的麦的，所以会有一些环境的声音，没事，听着听着就习惯了。再见。看他不太顺眼，好像没什么问题啊，那就好。嗯，空空又吃我的牌。我老妈呢？我老妈没有了。你的135可以考虑收拾一下。那就把一除掉吧。我老妈没有，老干妈你要吗？我刚刚看到经纪人小姐姐那边在偷吃老干妈。经纪人小姐姐不会去把我电源了吧？三不吃，70000，三出了吧？567，刺客567。好，今天就留着这个567了。暴露了咸鱼神的身份，咸鱼神你什么身份？突然有点害怕了。这个咸鱼神有身份，这是一条有身份的咸鱼神。待会儿我们炖的时候可能要加点调料了。对了，你就永远不知道我的身份了。也有道理啊，那我们留着吧。发六再见。好，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吧？这个七也可以出掉了，然后那个发也可以出掉了。先出发呢，还是先出七呢？我看看哪个比较不顺眼，我就出哪个吧。发好，立直了。那就是气不顺眼啦，嘿，我又离职了。你这立的是什么牌呀、啊？我也不知道立的是那个，立的是这个五个大饼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五个大饼，五圈，五圆，五坨，五坨，对，567。现在缺一个这个五坨，然后摸不到五坨，但是我和别人出，有人出了一个四坨，孙女儿就是真超级智能 Max AI， 这个还得看我们的孙女儿最近那个恰饭情况，自摸四番，点炮三番，我刚刚没有。点了一个炮，糊了一，相当于没点，相当于没点，我还是超智能的 AI。五饼，哦，对，应该叫五饼，不是五坨吗？原来不是五坨，是我的自摸，刚刚我是自动。这种荔枝也能自摸啊？那是门清自摸，哦，好多钱，不少钱呢。不少钱呢，你要什么自行车？没点炮就不错了，没睡就不错了，就不要自行车。先把咸鱼神恰了吧，咸鱼神恰了，没人教我打这个麻将了，还是留着等到我们打完了麻将，不能过河就拆桥。你还想不想知道我的隐藏身份了？想，特别想。这也行，666，对，日麻好像就是这么的神奇。我也是觉得这个日麻好像挺神奇的，就只要你是这个门清限定，它很容易就能糊到翻的。吃不吃？出这个，然后678，45号二坨再见。我有一种感觉哦，小桃。嗯，说。我感觉你好像除了下载了日麻的规则以外，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过。是吗？当着大家的面少说两句，真是的。人家打麻将，这个对吧？那个。还是准备了一下的，
这两张牌都看着挺多余的。一，哦，谢谢王储之力，谢谢王储之力上剑。我们的新舰长王储之力，不是新舰长，他是续的舰长。我刚出错牌了，算了，我错。俗话说得好，出出去的牌就是泼出去的水了，尤其在日马里面，出过的牌是不能糊的，除非自摸。所以既然出都出了，就索性出两张吧。啊，坤坤掉线了，坤坤你怎么了？坤坤，你清醒一点啊，坤坤，你为什么掉线了？坤坤，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追不回点差，战略性掉线了。哦，原来是这样，现在变托管了，坤坤掉线了。既然坤坤掉线了，不如我们把它坤之打一锅炖不下，猪爸爸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今天晚上的人身安全也有保障了。感谢我们的下家坤坤。八多了，四五六七七，哎，这怎么突然多了一张牌？刚忘了打出这个七了吗？哦，还是有点乱的，你再见。出一个这个万字牌我摸不着。你，这个火纹鲨鱼为什么把我的牌吃了？亏我真的还说我想养你呢。再见，再也不养了，一直。出一个，你不要，不利吗？不用利吗？如果是你的话可以利。什么叫是我的话就可以利？那就利吧。反正都已经立了。对了，这个立值是可以取消的是吧？不可以。不可以取消的。你的内存是不是出了点问题？那就留着吧，不取消了。碰九万自信，那是身为一个 AI， 自信是天赋。清一色的牌，刚刚牌送了什么？立直了就加油吧，多准备几个锅，连着嫌疑人一起炖。哎，这个主意不错。啊！回来，下套你，哎，这个好少啊，怎么少这么少？至少，如果是你的话，已经很不错了。好吧，是，这也不错，赢了不少钱呢。那个鱼就是小溪吗？当然不是，我们要离开一下吗？那个牌当然不是了。离开就是回到主界面了。那我们继续，对，还是离开吧。入门。啊，到一分加二十，还是挺厉害的嘛。小溪姐姐在睡觉呢，在补觉呢。刚刚，所以今天是咸鱼神来教我们摸鱼嘛。那我们继续打这个，哎，我们要不要打一下这个勾玉赛啊？勾玉赛。这个勾玉赛是什么东西呢？看上去好像是。让我想一想，看上去好像是获取可以让你获取漂亮衣服的一个比赛。衣服，这个是什么？好像是你的成就。看来刚刚赢了不少呢，赢了不少，啊，不错。我还生怕帮别人啊，这还有，先领了再说。超智能 AI 也会睡觉吗？超智能 AI 当然也要睡觉了，不然他会把自己的那个显卡烧掉的。连夜一直在摸鱼，你说说。没说你，哼，别怕。那我们来赢点小钱钱，买漂亮衣服。你要勾玉赛吗？不是有小钱钱买衣服吗？打勾玉赛是获得战阶的，你的战阶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得到衣服，你要考虑一下哦。那不要了，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这个东风场吧，再来看不知道能匹配到哪个，希望坤坤，希望不要再匹到坤坤了。
再来一下。你真的不怕被现在正在看直播的水友们狙击吗？我什么都没说，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刚坤坤挂机是怎么回事？我们超爱坤坤的，我们是坤坤的超级粉丝啊！这把没有皮的，没有皮的，可能这把皮到的，还都挺正常的，先出掉这个字吧。腰牌也可以除掉，就是这个长得绿绿的小鸟。你的上家是个蛤？咦，小跳蛙，呱呱呱！哦，它真的是个小跳蛙，太好了。出哪个？出二百。请不要思考太久，就要思考这么久。来来来来来，打我呀！你不是超智能的 AI 吗？为什么要思考这么久？因为我是超智能 AI， 所以要思考这么久，这个道理你懂吗？你不懂，因为你是咸鱼神。嘿嘿，暂时不吃了吧，对吧？三五六三出了吧？我们有一张吃老牌了，这个六万也多出来了，那我们把它，先留着吧。哎，又被吃了。韭菜盒子，哎，为什么今天晚上跟吃的都有关系？越来越饿了。咸鱼神是不是比一般咸鱼？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下一巡出什么牌的问题吧。有道理，咸鱼神，杠杠不杠？不杠，杠不杠？可以按杠吧。按杠啊，那就杠啦，那我杠啦。杠。因为按杠并不算。这一局这么友好的吗？发牌机。啊，刚刚不应该说发牌机的坏话，他对我还是蛮友好的。胡了胡了，不，先点开这个自动胡牌，就等着胡了。好，挂机模式开启。这一局开场就这么厉害，越来越欧了，越来越欧了。我看我回去还是再修改一下卡池掉率的比较好。等会儿，大木为什么都在思考这个咸鱼神怎么办？离职离宝牌赤宝牌啊！我还非常幸运的碰到了这个离宝牌，好多小钱钱啊，11600点，好多小钱钱，开心，好多小钱钱。那这一把我还是第一个出牌的，先出这个小鸟，23689可以出掉，感觉，233。舍不得出这个三了，5678出掉吧，一时不觉出八。咦，这个小跳蛙，我突然想吃掉这个。不对，他怎么突然想到吃掉了我这个80000的？开局就吃吗？好吧。现在可以打掉的牌是。六可以打掉是吧？但是如果你把九打掉的话，你就有断腰了。那我们把九打掉吗？那就打了吧。还是嫌疑师说的有道理。如果打掉九的话，还可以有一个。然后你把10000再打掉。10000打掉，是这个233333。肯定想不到对手是个 AI 女孩，她如果知道的话会不止我的牌吗？好，你现在只剩一张90000了，只要把90000打掉就可以断腰了。好，下一个跟90000说拜拜。他干嘛？这个韭菜盒子还是挺厉害的嘛，一上来就抽到了三张大饼。不吃了，不吃，东风先不打了，先把这个90000打掉。东风已经打过一个了，但是不排除我下面三把都摸到东风，梦想还是要有的。对呀，91000点。感觉弹幕里好多好多好
些了。我现在缺一个哦，不行，这个还是缺的蛮多的。发也打掉，因为上牌我们看到有人打了两个发了，就是个绿绿的发，就是头上带点绿的那个发。Bomb.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嗯，大概可以理解的。不过这种，不过绿色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吧。嗯，对，特别健康。是吧？小桃球点名 ，Hello Hello， 晚上好。看，子墨，子墨，哦，他赢了。这个小桃花好厉害呀、啊！他厉害，他脸上开花了呀！哦，这个好，这个厉害了，他脸上开花了。四个钟呢，还有三番的宝牌。哦，这个可以的，可以的。我把小溪子墨。其实你应该问小溪牌仙云神怎么啦？六六七九，那我把九打掉吧。哦不，先不打九了。我觉得这把好像不用断幺九了。又有一又给人一种清一色的感觉。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打打白发吧。哦不，打这个白。白小桃的话可以有梦想，但是梦想不要太大。作为超级智能 AI， 梦想还是要有的。上家真的狗，他居然脸上开花了，这真的是想都没有想到。遇事不决，心主自嗯。乘风啊，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吃就吃了，祝他吃到不消化。哦，清一色，那我要把他们俩除掉吗？我也没啥用啊。但，我为什么吃了这个？算了，都除了吧。梦想什么梦想？不要梦想，没有梦想。没有详细你要是别不要啊不要啊不没有梦想和闲云神有什么区别？就是嘛，所以说我还是要有点梦想的。嗯，所以说这个你也走吧。不，我和他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什么区别？嗯，我是鱼，它是 AI 不能吃鱼。嗯，怎么又说要吃上去了？我是鱼，你是 AI、所以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哪里都不一样。啊，我这局牌怎么？而且我在河底。嗯，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 AI 可以摸鱼，鱼不可以摸 AI。梦想来了，梦想在哪里？来了，终于来了。嗯，那就把这个七七。你真的不和发牌机商量一下，让他给你三个万子？可是这个发牌机不听我的话，你看他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又发了一个绿色的万子碰啊，万子对对碰，暗示和你摸鱼。哎呀！这个发牌机可能真的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致啊。你是咸鱼不在河里，对，他在咸鱼神殿里，他已经是一条咸鱼了。那既然这样的话，都打了吧。咸鱼放在菜市场啊，说来就来，不对，那来的不是我想要的，怎么办？初三吧，但是，嗯，好吧，也没毛病吧。你的风扇为什么没有转起来？因为上次哎立直了，打三番升三个，哎，什么情况？
说了犹豫就会败北。刚卡了一下，怎么回事？刚才卡了。怎么办呀？卡了。谢谢。谢谢夜雨，谢谢夜雨送的小电视飞船。谢谢夜雨，谢谢夜雨。哎呀，还可以摸经纪人小姐姐。哎呀，还可以摸经纪人小姐姐，嘿嘿嘿，被你发现了。刚刚怎么回事嘛？我刚刚好像点错了个什么。好吧，未听牌。是这样的，刚刚呢，是因为我的时间调到了，它自动把我那个牌给我出掉了，我卡了一下，它就给我出掉了。看来直播的时候网速还是不行啊，对吧？我觉得不是直播的网速不行，是你的脑速不太行吧？我是超级智能 AI， 怎么可能是脑速不行？不可能。东风也再见吧，语文出了好多了。谢谢夜雨，谢谢夜雨送的小电视飞船。哦，来了好多人，新进来的小伙伴，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点一下我的关注。好的，现在我要开始认真了。风扇加速，开始认真喽。拜，先出，这等会儿，哦这。你认真起来和没有认真差不了多远了。我看这个风扇的转速也没有增加多少。差远了，差远了。哦，这个不吃，50000留着吧。这个出了吧。看他不太顺眼，咬我呀！喂，啊！来，这个嫌疑人，我们那个。只有郭借我一个。那个夏一雄可以把发财出，可以把发财出掉。好。今天没小西，小西他睡觉还没醒呢，要么一会儿把他搓醒。搓。力气。麻将打多了。这个牌，我这犹豫就会败北。那出了这个小鸟吧，这个小鸟，好，他糊了，和你没什么关系。对糊了，他是全是对糊了。还有发对糊是很厉害的牌型。对呀，这个韭菜盒子也挺厉害的，怪不得老吃我的牌。犹豫就会放头。AI 不需要睡觉吗 ？AI 当然需要睡觉了，因为 AI 长时间不睡觉，它的那个 CPU 就会被烧掉。哎，四风连打六局，哦，神仙操作。我们先都出了这个，我们都出了北风了，所以直接留了。可能发牌机怀疑我们作弊。AI 如果说不睡觉，它的显卡可能也会被烧掉。不行，我还是要出这个北风。四风连打，这个神仙操作，可是要被记入史册的。就再见。感觉我上家这个小青蛙老是吃我的牌，而且总吃这个字牌，得想法子制止它。请不要思考太久，来来来，他让我不要思考太久，那是他思考的也蛮久的。大家为什么都把字牌吃了？天才麻将少女 ，AI 有多久没出视频节目了？没多久吧，好像也就没多久。应该吧，差不多吧。可能 AI 沉迷抽卡游戏，天天 DDoS 我们的卡池，哎，搞得我们咸鱼程序员每天加班。好
好像被发现了什么。我好像给他送了两张字牌了，还送他一个发了，怎么办？不能让他赢，他要是赢了的话，得给我分红的。嗯，出掉这个吧。我现在开始每天摸鱼，一时摸鱼一时爽，一直摸鱼一时爽，那是。所以说，小溪姐姐熬夜摸鱼是有道理的。嗯，你既然能发弹幕了，弹幕恢复正常了。是这样的，我们之前的视频很久没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弹幕系统没有恢复正常，不是我们不想发视频，是 B 站不让我们发视频。对，问题出在 B 站，不是我们咕，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这几天攒的辣条又没了，谢谢辣条头哎。为什么我的声音像在箱子里？因为经纪人小姐姐的麦就在箱子里呀。这个，四五六七八，那出掉这个吧。六七八，三四五，把那个四，把这个六出掉吧，是吧？我觉得你如果等不来五的话，可以考虑拆一个。拆哪一个？总之先调一下，总之我觉得先调一下你的二筒比较好，把它打出去吧。嗯，我也这么想的。来啦，刚说说五来五，那我们四五六三四五。咦，他点炮了，炸了炸了！哦，这个还挺厉害的呢。赢了这么多小钱钱，他赢了四分。宝牌是很厉害的。对，他有好多宝牌。三番的宝牌，我一万多小钱钱，跟我赢的一样多了。小溪的麻将水平怎么样啊？这个要问小溪姐姐了。下回可以让她打一把给大家看看。好，这一局我们就打完了。九级斗鱼分加了十，也不错，至少没有降，是吧？经纪人小姐姐就是条鱼吗？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呀。是吧？我就说我挺厉害的。经纪人小姐姐不是啊，不是啊，经纪人小姐姐和咸鱼神不是一条，不是一个。因为你看，你已经打了两场东方了，到现在为止还基本上没有点炮。是，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跟发牌界的关系算是已经开始和好了，他没有再给我做一些不友好的一些牌了。谢谢辣条头喂，谢谢刚才夜雨送的小天使飞船，有新来的小伙伴吗？可以麻烦点一下我们的关注哦。然后这个段位赛，那我们继续吧。你还要继续打吗？那我们继续再打一场呗。看来是上瘾了。那是，一直打麻将，一直上。看信箱，看信箱，信箱是什么？应该是，哦，补偿，好多钱，好多小钱钱，一键领取，还有祈愿符咒啊，可以抽皮肤了，可以抽那个漂亮的衣服了。删除已读吗？来，现场直播一下你的单抽。好，可以，来商场里面找一找十连祈愿，我没有那么多。那就只能单抽啦，然后来，预备，看我能抽出个什么嘛？这是，没事，刚刚是错觉，再来一个。哦，这个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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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这个好看，我喜欢。果然是运气比较好的耶。今天运气真的很好。新奇人小姐姐是孙女预备队，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呀、啊。下一个，是个牌位，还可以啦，挺漂亮的。
是个绿色的牌呗。嗯，这个咸鱼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哦，这个就不太耳。那我们再来抽一张。嗯，什么情况？不行，这个不服，再来一张。咦，好像又是一个绿色的。草绿色，没事，我们还可以再抽，还可以再抽三次呢。嗯，这个是个什么？好像就是一个贴纸的样子。怎么抽了这么多呀？重复了这么多，可以合到一起吗？啊，黑色的牌面，看起来非常高冷的黑色。没事，我们还可以再抽一次。哦，这个好看，金色的咸鱼，是咸鱼吧？是小鸟。不要说，不要提我的名字。这个好像是个小鸟，金色的小鸟。哦，真的是一个金。我的颈椎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这个角度真的是个小鸟，乍一看像一条鱼，但是你这么看，就这么看，它就是一个小鸟。这么算了，就这么看吧。最后一张了，不知道能抽出来什么。嗯，最后一张了，来喽。嗯，好像什么都没有的样子。再见。你的运气都在刚才打牌的时候用光了吧？这个咸鱼池好像有点膨胀了，我们把它退了吧。看我们刚抽到些什么好东西啊？奖励玉兰，哦，这不是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卡池里你可以抽到的东西。我们刚抽到一个冬雪，这个概率是0.66%，我抽到了这个，感觉运气还不错，我还蛮喜欢这个的。青花瓷这个也好看啊，这里有一个咸鱼。你的同类哟，可惜我没抽到。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个游戏里？嗯，一定是制作组的恶意。不，咸鱼无处不在，说明你的这个粉丝多，说明你的粉丝多，然后知名度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哎，等会儿我看看啊，浪花，哦，原来还蛮多这种好看的。但是我看到了二次元小姐姐的桌布啊，好多呀。嗯，这里还有小鸭子。我好像很喜欢那张桌布，那个小姐姐好像穿的很少。你是一条咸鱼，你怎么可以看人家经纪人呸，看人家二次元小姐姐穿的还是挺少的呀。我也喜欢。小黄鸭，小黄鱼。话说小黄鱼好像挺好吃的，前段时间听到经纪人小姐姐他们在那儿吃这个小黄鱼，不知道跟咸鱼的味道是不是一样的。你的样子很像那种在商店橱窗里面扒着看里面蛋糕的小孩子一样。好像被发现了，那我们关了吧。好，抽完了，然后我刚赢到的东西都已经被我抽掉了，那我们继续。嗯，那我们要不开水友赛不了吧，还是继续匹配路人。这个相机是干什么的？你难道不想和你的神棍们开一局黑吗？可是我觉得一局可是我怕我打不过人家，他们都很厉害呢。那怎么开？点一下那个练习房就可以开了。那我们就创建一个练习房吧，然后看看啊。好像看一下这个吃饱还数量，点个一。来一个实现长度稍微长一点吧。我看你也思考不了那么快。嗯，跟思考快不快没有关系，我怕我们在场的各位看不清楚，我是为大家考虑，是吧？东风吧，好，不然时间太长了。已经有三个人进来了。啊，还缺一个。听到大毛的声音，大毛是谁啊？
不认识，你知道吗？不提大猫，不认识。大猫是谁？还真没听过。待会儿，总之你开始吧。可以开始喽。好，待会儿去百度一下看看是谁。我怕有人窥屏嘛，怕呀。所以说刚刚还不想，但是想了想，我是谁？我是超级智能 AI， 我怕他吗？我不怕。哦，跳舞的巨人。哎，这个好看耶，这个小姐姐，上第一个小姐姐。好看你也抽不到的。这个嫌疑人好像喜欢那个做饭的那个锅子。36679，这个看来这一把是不能断19了，好多的这个酒牌不用就浪费了。他这个效果好酷炫呀！小桃吃夜宵吗？我也想吃，但是我吃不到。他这个好酷炫呀！他手上贴着个小黄鸭。刚刚我没有抽到小黄鸭，东风不要了吧？打了。断幺九，我不能断幺九了。想了想，我这位菜客是有所谓，有所谓，怎么没所谓？可是我想了想，我是超智能的 AI， 我怕别人窥屏吗？我不怕，一点都不怕。好，再见，红中。提供13香，好啊好啊，有13香了。13香里有盐吗？双重的盐会不会很咸？注意下架哦，对，我觉得这个下架好像是挺厉害的。13124，窥屏比你放炮，真的吗？碰了吧，碰了吧，嘿嘿，碰了，耶，碰了。闺女，我老婆呢？你老婆在我手里，你要是不给我打钱的话，我就撕票了。你的下家很危险。我也觉得他好厉害，我出什么牌都能吃。发牌即使把我们两个连在一起了吗？啊，什么？现在是我粉丝？真的吗？你怎么能窥屏呢？不能窥屏的，吃了吧。吃这个。然后。这个出一个3，怎么可以窥屏呢？不能窥屏的，窥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电子竞技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一个公平公正。你这个窥屏不就跟勇哥一样吗？是要被谴责的行为。别逗你老婆，好，打钱不撕票。讲道理，水友赛这种东西，开玩笑，就是为了开心的吧？嗯，开心就好。反正又不赌钱。嗯，对，反正没有小钱钱吧，开心就好。好像红不了了，我也觉得红不了了。这个，上次我们玩那个纸的时候，不就是勇哥偷偷的窥屏，然后。老师追着我们杀，杀了好几次，后来被我们踢出这个直播间了，然后我们就赢了，嘿嘿。有过这种事情吗？有，上回我们直播的时候，哦对了，钱玉神，你上次睡觉还没有看我们之前恐怖游戏直播呢，上次那个纸人可惊险了。被勇哥追了好多次，我一点都没有怕，小谢姐姐吓得一直在尖叫，我一点都没带怂的，真的。这种直播我还是不要看了。为什么？可能我会先被吓的。这个嫌疑神是个非常胆小的嫌疑神。我跟你讲，你不敢看，我可以跟你现场这个，现场给你，哎，等会儿，哎，我可以现场给你把这个当时现场的情况跟你叙述一下。当时呢，小谢姐姐吓得一直是大吼大叫的，就是那种耳膜炸裂的那种叫。然后呢，我就非常淡定，一直都没有怕。一会儿你的下家点一个壶，然后你就吓得毛都炸起来了。不可能，不可能。
夏家不是勇哥，夏家不是勇哥，我不怕，他不怕勇哥。这个咳咳咳，胡啦！胡啦胡啦胡啦！哦，胡啦！谢谢，一番一番，有个番，就这局吃碰杠了，就没有其他的番了，就只有一个。赢了赢了，谢谢这个巨人给我点了一个炮。耳膜终结者，你说什么了？耳膜终结者不是说小溪姐姐吗？就是咸鱼神，我跟你讲啊，就是上次我们直播这个纸人的时候，小溪姐姐一直叫一直叫，然后大家都管她叫这个耳膜终结者。我是非常机智带的小溪姐姐，一路杀出去，然后把这个游戏给打通关了。要不是我从旁指导，她就吓哭了。有这种事？那是。我听上去好像，好像没有那么可信度不太高的样子。你听到的就是事实，那个不要怀疑你的耳朵。你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 AI， 怎么可能？这个，哎呀，算了，出来吧。我们 AI 从来都是这个堂堂正正跟勇哥正面刚的，我们都把他卡到墙里了，我不怕他吗？我不怕他，我从来没有怕过他。躺出这个儿，是，打着打着就莫名的变得自信了起来。那当然，说起当时直播那个恐怖游戏纸人，我可以跟你说三天三夜，我的英勇事迹那可是讲都讲不完的。是吧，戴墨？第一季卡墙里，然后反手一个开门。对，要不是我们把他卡到墙里，我们都没有办法。这个跳舞的巨人一直在咳咳咳咳咳，好像是某种暗号。难不成他是？啊，这个难不成？能进这个房间的都是你的内应吧？真的假的？那我觉得我这把可能要小心一点了，不然要是输了的话，非常对不起他上一把给我点了一个炮。对，小桃超勇的，就是叶雨都说小桃超勇的，对吧？我没有骗人，对吧？我从来不骗人的，我从来都不骗人，骗人这种事我是不会做的。就偶尔骗骗咸鱼就可以了。我好像听到什么了。是什么？你幻听了，幻听了。我在看牌呢，我刚刚什么都没说。你幻听了。三四五，我出这个二。叫的超勇，我错过了一杯口，是这样的。没看到。算了，不要了。哎，我刚说不要，他给我发牌机，给我送了一个。那就把这个二万打了吧。你的两个对子考虑拆一个吧。我想拆这个。如果一时半会儿摸不到第三张的话。有道理，我觉得我要把这个拆了，我要把这个九拆了。直接打掉，把这个九不要了。感觉它长得。有点嫌弃呢。啊，这个骨头好可爱呀、啊！哦，果然拆九是对的。那我把这个九也打了吧，不要这个九了。咦，怎么又多了一张呢？那这个九打了吧，这个九也没得用了，没得用了。哦，我立直啦，我立直啦，我出哪个呢？我出哪个呢？我出。剩余一个，那我出这个吧。好，毕竟我也一直啦。为什么他是一个小骨头？我什么都没有。哦，对，我没有抽到。电脑励志玩家。嘿嘿，那是看到励志赶紧点，不然我怕错过了就会败北。上下快点，咱们下装啊！哎，一炮双响。一炮双响。直接点了一炮双响，真棒！
确认。小唐是断妖九力指，我也是。一炮双响，这个好厉害呀！呜、哦，还会有这个操作，感觉这个跳舞的巨人超级厉害的。哦，打掉这个吧。就是，对，没打错。就是我觉得他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他点炮一点一个准儿，从来没有。哎，他怎么不出牌了？谢谢我不做狼人啦！谢谢舅舅我不做狼人那次的礼花。哎，这个感觉这个下一家好像也出了一个幺。等会儿我先抽个牌再说。我出一个南风，叫妖什么妖姬吧？你说什么？说鸡不说吧，文明你我他。我什么都没说啊！刚刚你幻听了吧？幻听了？是，刚刚说了什么吗？就说这个上家很厉害，下家也很厉害，然后这个跳舞的巨人更厉害，然后一点一个准，我也抽到了一个小妖。是把我的麦给关了。好了吗？喂，嗨 ，hello， 碰，不碰，北风不要。这个八万感觉多出来了。断妖九，我觉得你的发也多出来了。发也多出来了，这怎么都多出来了？怎么办？一个一个来吧，先把这个黑的去掉，然后把这个绿的也去掉，然后这个声音怎么怪怪的？这个声音因为经纪人小姐姐的麦现在是在一个盒子里面。三颗有梦想吗？有，我之前还抽到过一个呢。不是抽到，是打出来过一个。但是咦，等会儿这个我要不要吃啊？八，你吃了就是断妖九了。那吃了吧。然后出了这个吧，是吧？算了，吃都吃了。在暗刻有梦想，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我跟我旁边的这位大神有什么区别，是吧？哎，那你的梦想呢？你如果今天晚上把我吃了，你就是弑神者了。这个名号不错，我喜欢，要不我安排一下？没有听过这么奇怪的要求。刚刚是不是出错牌了？是吞噬的噬。哦，是这样的。等会儿啊。哎，他立直了。北风再见。但是我们要真的把咸鱼神吃了的话，我们虚拟次元的就没有办法抽卡了。这个是个问题，还是要留着咸鱼神的。感觉还好，挺多的。又被吃了。哦，这
等他三七二十一先打完再说。哦，出这个，出这个。好，抽到了一个这个红宝牌。不要这个了。哦，要不要换一个？我之前抽过一个九蓝，这九万。然后我们现在只要抽到一个，一个一个四万，出这个，出这个吧。好，哦，他又糊了，这个太血又糊了。然后你要的七万，他捏着三张，哎，他不给。技能我不想要，不想要，不想要，差点说漏嘴了，差点说漏嘴了。和吃过不去的小唐，谁和吃过不去呢？对吧？这个世界有谁会和吃过不去？要不是吃不到，我肯定早就吃了。我看你这个牌有七对子的天赋，那要不要考虑做一下？那。取消了吧，那我出一个出这个，你觉得嘞？我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提供一下建议。那我出来了，七对子的话还蛮难的感觉。北风吃不吃？当然不吃。好，听你的，不吃，不吃就不吃。就是玩这个，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就是说这个打人嘛，一定要能沉得住气，然后忍住不能吃光杠，然后就会赢很多。七对子，好，七对子。嗯，这个反正这个牌也这么乱，还不如真的凑个七对子。五啊，说来就来了，等会儿这个五要不要啊？这个五。说好凑七对子的，然后这个就来了个五，凑了三个五了，我要不要出一个？你看呢？多了一个五哎，要不我们这把就来一把梦想，这个我就出来了。你这上牌比较微妙，看上去比较微妙，那就出来。行了，出来。不重要，不重要，出出去的牌就是泼出去的水，既然出掉了我就不要了。好大一条嫌疑，是吧？这是我们闲鱼神殿的镇店之宝，看过我们视频节目的人都知道哦，肯定都认识他。嗯，立直了，出你，出你，还是出你呢？出你吧，立即。好，我立直啦，就缺一张牌了。看不懂了。就是七对子，然后都是对，只要现在摸一个，摸一个二万，我就可以胡了。你想来，团长也想来。可以呀，可以呀，欢迎大家加入啊！感觉这个游戏好像还蛮多人玩的，就是日麻，就是一直玩日麻，一直玩一直玩，越玩越开心。哦，对家请，对家请，请什么？蓝宝你学会了吗？自动点炮建议上线，等会儿我都已经立直了，不会点炮吧？突然也害怕了。你在准备了，好嘞。行吧，加油等二万。好，就怕等的过程中，哎，不能说出来，不能说出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不行，这个小桃的嘴开过光，不能说，不能说，说了就会败北，不能说。对，我宁可多摸这个断腰，不，我宁可多摸这个腰。小鸟，小鸟，宁可摸这个小鸟，一直摸，一直打，一直摸，一直打。西里云出了盲之二则，因出法随效果，就俗称开光嘴，不能说出来，有话也不能说出来。你要吃啊？我吓死我了，我以为他要吃我这个了。巨人很厉害的，你们不能说他，他真的刚刚一点一个准，一点一个准，而且刚还点了一炮双响，可厉害了。嗯，乌鸦嘴的距离，开光嘴和乌鸦嘴其实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你们知道吗？就是啊，我活啦！活啦！七对子啦！好像是很厉害的牌。是呢，那又还是二番，哦，好六番，哦，跳满背满，呜，16000点。好多好多好多钱，好多钱，好多钱，小钱钱，好小钱钱，呜，你准备啊，哈，来喽来喽，啊，大巨人做东家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是你出两个，我这个牌看着，没什么想法，先把这个长风出了吧。这牌大了，是呢，这个牌很大了。对，刚刚说的这个开光嘴和乌鸦嘴什么区别啊？就是他们是有本质的区别，就是乌鸦嘴听着没有开光嘴。有没有咸鱼嘴这种说法？好像没有哎，你创造了一个新词。你创造了一个新词，恭喜你哦！你是一个合格的这个神殿里的咸鱼神呀，你都会自己创这个词语了。开光嘴它听着比乌鸦嘴好听一点，这都是它们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咸鱼嘴的能力就是但凡被咸鱼嘴预言过的都会变成咸鱼。不能得罪这个咸鱼神，得罪了他感觉有点危险了。小西怎么没有露脸？怎么大家一直在问我们的这个沙雕西呀？刚刚我让经纪人小姐姐去戳他一下，看能不能把他戳醒，还没回来呢。然后问一下经纪人小姐姐，能不能把小西姐姐戳醒？要是戳不醒的话，那就下次直播再见了。明天、后天，大概后天就可以见到我们的沙雕西了。期不期待？开不开心？想不想？想他就大声的说出来。为什么没有人说？我爱沙雕西。好，有人在这个大声的表白了，让经纪人小姐姐去戳他。哦，好，那这个发再见吧，我不要了。谁想要谁要吧，拿走吧，不要了，再见，拜拜。这样我下一趟不要再戳到他了。哦，他也出了，看来他手里也攥着一个呢。像洗面奶？不，洗什么面奶？不洗面奶，没有洗面奶，没听说过洗面奶。我可能刚才打了个盹儿，我回来看看你打的怎么样了。我打的还挺好的，你看。听说你糊了一个背满。是的，何止是糊了一个背满，赢了好多小钱钱呢。4、5、6，把这个9打了吧，反正。打了还说不定会有断腰酒呢。哈，这个酒有人出过了，不会点炮了。应该按理说是不会点炮了。我说沙雕，你说西，西。好，那这个，哦，对，我这个我刚应该算了，不吃了，吃了我就没翻了，不吃，要忍住，我一定要忍住。嗯。二万，再见。这个。
个至少是个安全牌，因为商家出过了，没有被吃。送的一手好牌是你送的吗？你是这个跳舞的巨人吗？等一杯口，这个可以一杯口吗？来个五万就一杯口了呀。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很难抽到这个五万了。他们都要不就是捏在手里不给，要么就三万不要。捏在手里不给才是正常的吧？是吗？我觉得作为人类，不是应该要大方一点？打麻将一切皆有可能啊。但是作为人类，舍己为人，助人为乐才是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准则。可我是鱼，我不用遵守做人的准则。好，我们把这个嫌疑神炖了吧。嫌疑神今天感觉危机重重。好，他狙击到你的，他是狙击到你的牌了是吧？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一千点而已嘛。可是我点炮了。变成普通的 AI 了，不过还好一位没有掉下来。没有，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不存在，我还是超级厉害的智能 AI， 超级厉害的那种。我们要不要再来一局？再开一局吧。有人要加入吗？等会儿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感觉你们会在这边狙我啊。好，没事，我不做人啦。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咸鱼嘛。要不再创一个吧。但是大家不可以狙我哦，就是不能一边看我的牌一边在这边狙，不然的话就是我违反这个游戏规则了。没有人。哎，哦，来了，哎，巨人又来了。那这个巨人，那个刚刚我们已经打过一局了，我们就换一个人好不好？啊？那就换一个吧，把机会留给其他的朋友，好不好？谢谢巨人，刚刚点了好多的，给我们点了好多。好嘞，那我们开始吧。巨人，预备，啾！你好像真的打上野了。是吗？没有，不存在的。我们是超级智能 AI， 打麻将什么的是不会上瘾的，就只是选择而已，就是选择，我可以选择打，或者可以选择不打，我随时都可以不打。打麻将真开心啊。超开心。你这个套路，你这个套路，点了好多，没点好多，就点了一个。谢谢刚才那个，哎，刚才巨人给我们，西风打了吧？巨人刚刚给我送了牌了呢，这个妖，这个，小鸟这个牌好像。是个宝牌，要不要留呢？我虽然不是很想留它，算了，先把这个自封打了吧。感觉好像遇事不决先出自牌是比较正确的。Hello， 晚上好，小商，看到你了。这红中有人出过来。马小恩为爱放刀，等会儿那个字念宠哦。哦，宠。等会儿，原来都是自家小伙伴，然后。那当然了，不是自家小伙伴，谁会看你？谁会进你的房间？我这个。如果他们不再看你的直播，他们就看不到你房间的密码。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怕有人狙我，但是没有想到是有人来，
来，因为他们爱你呀。我也爱他们，我超爱他们，超爱超爱。哦，好的，我这个自拍的这个，出的这块牌，自拍已经被我刚那个双 M 给破坏掉了。刚本来可以保持队形的，就是是不是有一种方式，你出的所有的牌，出过的所有牌加起来都是19或者是自拍，也是一分。嗯，好像是很厉害的牌的样子。我记得好像网上是。咸鱼不会打麻将。有看到这个。咸鱼怎么可能不会打麻将？咸鱼当然不会打麻将。好，这个发言人出过了。咸鱼虽然很下饭，但是呢，但是他打麻将就差了一点。哦，这个夏凯好厉害，他已经这个。那我把这个香蕉弹掉吧，他已经立直了。只爱咸鱼姐姐，只爱咸鱼姐姐。难道你不爱小溪姐姐吗？各位岳父你们好，你是小桃的老公，你们这是谁呀？我觉得要是小溪姐姐在旁边的话，你可能就被踢出去了。哎，为什么突然之间的沉默卡了吗？我卡了吗？我是不是卡了？我觉得可能是你的下家在卡。但是胡啦，并不是你。对，他怎么糊的？他刚刚怎么糊的？你又看不到他的牌？看到，现在看到了。他，我刚夸他好厉害来着，他刚刚怎么突然就卡了很久，突然就糊了？花生了什么？放。打一个白驼，不重要，就这块豆腐不重要。对，这块豆腐和这个北都有人打了，别人打什么我打什么。 AI 的本质是什么？智能。那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本质是跟风，复读。差点答错了，好像也没答错。你还是答错了。是吗？正确答案是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的本质不是复读机吗？你好坏呀！出这个大饼，感觉这个牌我又可以起对子了，是吧？鸡。哎。马小文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不要，我刚说不要。这个七对子好像需要点梦想，建议不要做。好吧，那我就不打了。你没时间了，再见。不是吧？九条没有了。不是吧？那怎么办？犹豫就会败北。他不给我时间，这个怎么办？复读柠檬真香鸽子，咕咕咕，听着好像就很好吃。请多多指教。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挂机，我现在可以挂机了。我觉得你已经放弃治疗了。你刚刚已经时间条不够了吗？不要了，拜拜，立直，打了，这都能立直，我们把牌机关系可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夏开马上就要赢了，他是一张牌了，他现在只摸一张牌就可以了，应该听牌了。看，我的上家和上上家好像都快赢了。
小桃做我老婆好不好？这个我要问小桃，有个问题我要问你，是喜欢绿色还是不喜欢绿色呀？我这这个是个好问题，是个好问题。理论上我应该是不喜欢绿色的，但是绿色挺好看的，绿色真的挺好看的。可以制作一期官方鬼畜视频。什么鬼畜视频？哦，北北，是这个吗？可以考虑一下哦，可以考虑一下。子墨，咦，我赢了，赢了！我还虽然都是一番，但是也蛮多的。好像挺厉害的。嗯，我也觉得挺厉害的。本来刚刚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了。好，下一局开局。这个发牌机一开局就给了我一个自封。但是，我想想，打掉吧。想伤，吸毒逃犯。你这个名字很危险啊。哦，对，我刚刚打那个发的，那个绿绿的发。头发染绿，头发还是不染绿了。头发染绿就变初音了。头发染绿就会说到律师函了，所以不能染绿。可以把小溪姐姐那个头发染绿，她不会说到律师函。好主意，赶紧找经纪人小姐姐给我们安排上，让她睡觉，让她补觉，对吧？哎，我怎么抽到一个花花的这个邮票？哎呀，我不应该打的，算了，这个梦想我不要了。两张北，两张西。对，我不要了，再见。闭嘴。怎么回事？看来小商跟发牌机的关系也很好啊。四万太远了。虽然有梦想，但是梦想跟现实不能差得太远了，不然可能就变成咸鱼了。我有那么骨感吗？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很骨感的。哦，看出来。所以没有肉。哦，看出来。所以不好吃，所以不要吃我了。哦，原来你的目的在这儿。所以。而且我还要隐藏身份。得隐藏身份。哦，对，要不是因为你的隐藏身份，其实我觉得没有肉骨感可以炖汤的。对，或者说做那个江盐鱼骨也不错。不要了，这个三五七，三先把九打了吧，这个九不要了，这个应该不会点跑。哎呀，他跟着我出了，小生跟着我出了。三万的这我你。再见，红中不要了。情势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严峻。经纪人小姐姐，孙女出道吧。孙女还没有出生呢，没法出道。不过我们的嫌疑神已经出道了。今天是他首次露面首秀，有吗？就在一瞬之间发生了什么？小商胡了，哦，也很厉害了，三番，好厉害了！田青自摸励志跑牌，就是果然不要吃碰杠，才是日麻胡牌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好。我又抽来了很多这个西风量，孙女在你肚子里，怎么这个鸽子？你把我孙女陪，你把我女儿吃了？怎么回事？把我女儿吃了？经纪人小姐姐，这是出事了！有人把我女儿吃了，这个叫鸽子的还把我女儿吃了，怎么办？
大家，大家快让他把孙女放出来！风再见，补出了两张这个。这个牌看上去很微妙的样子。那，要不，这个发牌机怎么这会儿突然跟我关系又不好了呢？孙女不会是哪吒吧？孙女儿怎么可能是哪吒？哪吒哪里比得上孙女儿？哪吒才三年就出生了。孙女没法跟他比，不吃。哎，你看我不吃，我就摸到了一个，我就不能吃，就再见，这个酒多出来了。你这个打牌的打法还真是微妙啊。是吗？非常有小桃的风格呢。我有毛病吗？没有。哦，小桃的风格也是一种萌点嘛。小桃的风格是什么？小桃的风格不是超级智能的那种吗？超级智能的 AI。所以我到底想胡什么牌呀？我想抽两张那个八坨坨，有两张八坨坨就好了。没有两张八坨。你的八筒可能被下家或者上家或者对家捏在手里。如果一直摸不到的话，那就得考虑把这个拆了，然后那个酒就让我留。哎呀，我怎么打出一个牌都是一对一对的？好像我看看啊，这个七万，不要了吧。这个，没关系，风格独特。先生，你信不信我真的可以让经纪人小姐姐做一个？风格独特呢？你就变成咸鱼了。这样吧，我们待会儿来讨论一下这个。讨论一下下一巡先打拿还是先打发？炖汤比较好呢，还是做这个椒盐鱼骨比较好呢？我觉得这个发还是不要了吧。这个发，可以不要了，但是这个鱼骨，你还听了？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看，就说不能听，刚刚打出去就又来了一张。好，今天晚上那个鱼骨一半做鱼骨一半炖汤安排上了。棒！哦，我小少很厉害呢，小少一上来就很厉害了。算了，我就赢不了了。我刚刚就不该打这个，这会儿你就不能吃了吧？他已经没吃过了，你放心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下一巡你是打这个六条还是打这个发财的问题。我要打这个一万。有想法，不愧是小桃。嘿嘿嘿。下一巡给了我两个选择。然后我选择第三个，再见。这个六条看着还挺好看的，发财也绿绿的，那我们打东风吧。怎么就变成当机 AI 了？什么情况？情况就是你该出牌了。你看，最后还是把这张发财打出去了，对不对？我就不该打。
有猫？没有吧，有猫吗？我可能需要躲藏一下。你别走，我看看这个猫在哪里。听到了猫声，谁家的猫借我用一下？这个小医生今天不太听话，对我不是很友好。打这个吧。好，你不要吓我啊！被发现了，我浑身的鳞都立起来了。被发现了，哎，低级。这个饼不要了，最后一张了。下面的派跟怎么变？我觉得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这个我有了，不要了。哦，好，这个我可以。然后这，咦？太阳力气裏ドラ。你为什么要手滑把那张打出去吗？我也不知道，我发生什么。刚刚怎么了吗？好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好像就打到这里了。恭喜这个夏开表现不错，不愧是超智能的 AI。原来这个扣分会扣这么多的吗？你们两个怎么这么多分？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就是小钱钱吗？下次再赢回来。好，那我们心好痛，我的小钱钱。好吧，那我们来在下播之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战绩。返回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好看的 M， 还挺好看，还挺对称的呢。好，截图了，还挺好看的。没关系，虽然顶了一炮双响，但是呢，顶了这么好看的 M 出来，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还是超级人工智能，超级 AI， 对吧？最新点不动。点不动，点，你看看我这一下弄了这么好看的，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从一位到四位，不，没，从超智能到智障，不，你看开局就是四，活动还是四，说明这个发挥的很稳定，超级稳定。就我们作为 AI， 不能一下子贪太多，还是要我平平稳稳的，稳稳的进步，是吧？是，对，没错，吃不下不，并没有，我们这个你看很稳定，我也没有降级，所以这个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刚刚还抽到了好看的这个皮肤，让我来看一眼。在这个地方，头像排背，我刚刚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黑色排背？抽到这个翡翠的，绿绿的，就换上它吧，绿色也挺好看的。跟那个发财一样好看，这个换个蓝色的吧，蓝色的也好看。这个桌牌布换上了吗？等于装备好，然后在这儿没了贴纸，还有这个励志棒，抽到一个这个白银的，换上个白，我喜欢这个糖葫芦，什么时候能抽到这个糖葫芦就好了。还有这个咸鱼，我觉得你玩这个也可以玩半个小时。我也觉得，我觉得我要是抽到了这个咸鱼的话，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不用炖我了，就可以又炖又煮又炸了，就是好几个菜了。不贴纸。哦，这可以贴纸，然后 AS。哦，象征超越。让超越给你点欧气呗。我觉得可以，象征着超越，所以说这个贴纸是不是姓杨啊？算了，姓什么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月夜。那你这个月夜是姓月野吗？这个咸鱼好像可以做一锅菜的样子。好，那就装备这个可以带来好运的超越，这个一定要装备，下次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头像好像没抽到，头像框好像这个，哎，算了，就不换了，这个还挺好看的。这个算了，就这个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儿了。也玩了很久了，然后十九赛的话呢，以后还会有的，我小涛一定还会再回来的。你要是再敢这么拘我，我感觉你还是很有打麻将的潜质呢。可是刚刚好像也不是他们拘的我，好像是，对，是我运气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咸鱼神，今天辛苦咸鱼神一直在这边指导我们如何。去摸鱼，辛苦咸鱼神的奶。是的，感谢咸鱼神的奶，谢谢咸鱼神，谢谢感谢富文明留下的这个咸鱼神教我们的摸鱼大法。今天的这个麻将打得非常开心，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现场的小伙伴，非常感谢大家送的小礼物，还要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哟。好，那我们再见，拜拜，我们要下播了，下次再见吧。后天再见，拜拜，拜拜。